子的面上，放过他们吧。放过他们？师妹难道把我昆仑门规当成儿戏？我定要比名阐教，以昆仑门规铸铸则法。还好有这符箓，不过在内门禁地修炼，却比外门云霞峰上快不止十倍。等师尊回来看到我们俩修为大增，一定会收我们为内门弟子的。什么情况？师兄，莫非是灵兽幼崽？我对着昆仑了如指掌，没见过这里有一个洞穴，难道真的有灵兽幼崽寄居？走，进瞧瞧。走。修仙诀数千载，仍无法彻悟整个黑白大正四间，大恶四中，何为正，何为恶？正就是正，恶就是恶，这有什么好困难的？冰掌教，修真何须拘泥于身份？若不是弟子师尊云游天下，尚未赐予昆仑印记，我与白泽师弟早已进入先天境界，成为核心弟子。大胆！先天境也是尔等小贼妄想。我昆仑门规岂是外门弟子善意？林师尊，犯错不知悔者，当抽去他二人所学修为，后逐出昆仑。修为，还请师尊念在他二人初犯，从轻处罚。虽然是初犯，但禁地外门弟子不得擅入，乃我昆仑二十九代老祖定下来的。只是个身份而已，这又有何难？师兄，现在二人皆已是内门弟子，此事可否作罢呀？林师尊，今日不废除二人所学修为，有违昆仑千年门规啊！老祖一事，岂容小辈插嘴？师兄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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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此次回来也不是跟你等小辈之气。师弟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尔等退下。谨遵掌门法旨。师弟，此番昆仑危矣，根据可靠消息，魔道今日一统，魔道教主玉窟已聚集十万教众，等到大成之日，就是正魔开战之时，我
是某种功法的余钱吧。是功法？那你总比我这个不知道是哪个高人留下来的树桩打乱的镜子强吧。再说什么打乱的镜子呀，气死你乖乖不知道修炼，修为都荒废了吧。师尊，师尊，不要叫我师尊。我在外云游这么多年，就连晋升内门弟子的事情还要我出手，可见你们两个平日多么不思进取。师尊，要不是那个严斌，我跟师兄两个早就已经……你别废话了，下个月宗门大比，到时候你再称威风吧。宗门大比？没错，现在魔道蠢蠢欲动，宗门已经决定选择优秀的弟子下山荡出魔道，所以这段时间里你们也要勤加修炼，莫要毁了为师的名声。是，知道了。哼，恭送师尊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
求情，我也不能驳了你的面子。若你答应做我的道侣，我就放了这小子，留他一命。不可能！你别闹，师兄，宗门比试不过点到为止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欺人太甚又如何？到临头还嘴硬。修为尽失，除非有化神期的大能为我等洗髓发脉。师兄，化神期修士啊，已经几万年没有出现过了。师尊能从掌教师叔的手上把我们救出来，已经是不易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修为，但拳脚功夫还在，一样可以行侠仗义啊。我要是能恢复修为，我一定会向严冰出这口恶气。唉。离开这里就已经不是昆仑芥蒂了，这一次一走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回来。谢谢够了，走吧。哎，你等我哥。
山老林中偶遇二位侠士，一位气宇不凡，一位刚正不阿，想必定是人中龙凤。姑娘，姑娘还是有话直说吧，无需这么客气。不瞒二位侠士，我本是山下良家女子，全家皆死于歹人之手，如今歹人将至，若再被抓回去，定会被卖去为奴为娼，还请二位少侠相助。啊，哥，哎，你们二位可曾见一女子从这里经过？没有啊。没探到她的灵石，应该不在此地。
为是，可能是一时攻防犯事而已。你能够有此番作为，是不是全靠那个魔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你我兄弟之间无需遮掩。不会吧哥，你真的修炼魔功啊？魔功如何，仙法又如何，大道万千，殊途同归，难道救人还需要分正魔吗？我已被这神秘功法洗髓发脉，万不能重修昆仑仙法。不过呢，我应该可以帮你恢复封锁的灵脉，但你重新恢复修为之后，你我二人皆可联手立即冲击先天境界。先天境界怎么可能啊？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坐。真的吗？坐好。哦，恩公大恩大德，老夫无以为报。这是我女儿云梦，她娘亲早死，我也时日无多，希望以后能带我多多照顾她，能够托付恩公你这样的大善之人，我也放心了。放心吧云梦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今日我和爹爹也准备了一些薄酒来招待大家。我都差点忘记了啊！来石头，快来啊！那我们去哪儿？慢点。既然人已无碍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快追啊！你去哪儿？本姑娘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不是，你又没有亲人。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多危险啊，不如留下来让我保护你。送给你。公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的。但我想把这最贵重的东西送给最珍贵的人。至山下弟子回禀，白泽林峰已坠入魔道，且恢复修为。这就是铁证。炎帝玉要听令，协
起前去捉拿叛逆。谨遵师尊法旨，我等定不留行。宁刹大人如何？不过是些散修的微末道行，成不了气候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先将镇上阴年阴时出生的女子引到镇中，即可开启血祭。你看，快到了。石头，你慢点。当心。哥。这应该是传闻中的血祭大法，一旦被魔功催发，将会被瞬间吸进全身精血而死。师兄，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医治的那一位山少女吗？我刚才打小青的尸体，发现她跟那位少女有着一样的气息。对了哥，当时我在替这位少女医治的时候，我种下我昆仑的追踪印记，此刻印记正在闪耀，他应该就在不远之处。好了，既然已经有了魔道的踪迹，我一定会为小青讨公道。小泽，我们走。林峰，一定要当心。我会的，放心。白泽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小伤而已，莫儿不必担心。如今魔教吃了大亏，想必忌惮我和师弟的修为，应该不敢再来造次。莫儿不用担心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和爹爹，还有小镇上的百姓，定遭大难。可是小青她看不到这一点。莫儿无需自责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有一个十里桃花的梦。如今我将这一切变成现实送给你，只希望你见到之后能够开心。白泽、悠悠、云博，你们一起帮我做个见证。梦儿，此生能够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我愿意用今后所有的时间来守护你。嫁给我好吗？哎，你快起来，答应你就是了。爹，来啊！恭喜啊，恭喜！解封。白泽，你带我和大家离开这里好不好？离开？去哪里啊？哪里都好，只要不是这里。你是不是担心那些魔教妖孽又会来找麻烦啊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，不止保护大家，也会保护你的。其实我是、这不是那个我喜欢你，我会要像我的师兄一样大声地告诉所有人。我怎么没想到，结果揭发，
无形迷踪。现已查明，白泽和宁峰二人确在白马镇。好，此次我定要找二人，魂飞魄散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出发，捉拿叛逆。是。为何要如此待我？
什么用？等等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她本来就是魔教侍女，正魔殊途。再说了，那我亲生父亲会杀害自己的女儿的，你多虑了。区区散修，竟有空间神器，传令下去，即可捉拿二人，抹杀二人性命，其中一人身患绝世魔功，我另做打算。是。爹，求求你，你放过他们好不好？世人皆说我魔道冷血无情，难道爹爹，你就真的没有一丝人性了吗？人性，所谓的名门正派才没有人性。你的母亲还有你那未出生的弟弟，就是死在昆仑派掌教凌虚手里，你母亲何错之有？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何错之有？只因他们身在魔教，所以就该死吗？所以我要凌虚死，我要昆仑灭，天下正义之事都为我的妻儿陪葬。如今我大计将成，你莫要再毁我大事。来人，将圣女关押至九幽阁，没有本尊旨意不得出来。是。是你和白泽恢复灵力之事，并派大师兄前来追捕，此刻正在灭杀镇上有魔气之人。对了，真心不是大师兄所为，严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立刻带我去。跟我来。魔道不在意识，撤！那些所谓名门正道，
全部都是奸佞小人。加入我们魔将，我们俩一起联手，一平天下，这才是王道啊！师兄。
所为何事？你已经是本教弟子，身上没有一件兵器，如何能上阵杀敌？今天本尊就送你一个大礼。行无忌，早几天我们夜袭昆仑，大获全胜，将他们重创。除了得到这宝剑以外，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。放开我师尊，我没有你这个逆徒。屠杀白马阵一事，乃昆仑长老会一致通过的决议。你师尊苍松也脱不了干系。苍松在我手上，如果你想救他，速来南山峰。师尊呢？坐。你把师尊怎么了？现在何哥吃顿饭都不愿意了。真的是严斌一个人做不了主，苍松执掌长老会多年，这件事情他脱不了干系。不可能，师尊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你自己问他吧。君子，小泽，加入魔教，你我二人携手荡平这世间的不公，好吗？这就是正，我就是魔，我这一辈子是不会跟魔教为伍的。一个苍松不能说服你，那他呢？
要么你我兄弟二人联手重建着新世界的秩序，要么这两个人你选一个活。
经敌意。昆仑若是正义，为何滥杀无辜？魔家作恶多端，有人却如此善良。师尊待师兄恩重如山，他却亲手弑师。这就是为什么？因为林峰就是魔教之人，魔教就是邪恶无情的，他们都该死。林峰杀了师尊，你要为师尊报仇？报仇？对，杀了林峰，剿灭魔道。杀了林峰，杀了林峰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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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，一开始并非魔道，若不是严冰将他的妻子所杀，他并不会坠入魔道。他做的一切只是在复仇而已，可能作为正派，却涂炭生灵，是犯作为草芥。魔教杀了无情，却也是有因可循。所谓的正魔两道，都只是误会。原来这世间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正恶黑白，一切。欺负我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你二人束手就擒，我肯留你二人全尸。大胆，怎敢以下犯上？欲哭已死，新教主凌峰荣登宝座，你已不是什么圣女，乖乖受死吧。
找我爹爹好不好？我们三个人一起平平安安的在一起。悠悠，我得去阻止我师兄，以免他酿成大祸。等这一切结束了，我就带着你们归山里。我也要去。这是我跟我师兄的私人恩怨，你乖乖的在家里面等我好吗？来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拯救师叔，别来无恙。凌风，你来势汹汹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当初老夫留你一命，竟然让你铸成大错。本尊今天要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。那就逃。
就算杀了昆仑上下，也无法为我的梦儿报仇。昆仑陨灭，其余残党格杀勿论。是太尉，谁敢动手？师兄，你已铸成大锁，现在收手还为时不晚。你就是这么天真，所以才会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，被这些人踩在脚底下。曾经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被逐出昆仑，本以为兄弟情深，如今却要拔剑相向。我一直没变，师兄，当初你修炼魔功，却心中有善，但如今你已经是个灭绝人性的魔头。昆仑杀戮滔天，你竟然为他与我为敌，暴毙罪恶。你与灵虚之流有何区别？你错了，我不是为了昆仑，也不是暴毙，为的是我心中自己的道义。这世上本就黑白混沌，看你纵横道义只不过是徇私利己的借口罢了。你自小便愚钝，到现在居然还没有参透，真是可笑。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你，才是真的可悲之人。你既然要为昆仑陪葬，为兄就满足你。
你就去死吧。众生。